怎么样啊？您吃上明玉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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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成啊，咱爸怎么样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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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食物中毒，没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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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成啊，你怎么能给他买鸭脖子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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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难了，老婆，真的太难了，我真受不了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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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成，我要上厕所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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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刚下飞机，什么事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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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病？食物中毒，拉肚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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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替大哥去老二家看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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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替大哥去老二家看看。你替大哥去老二家看看看。你觉得现在让爸来合适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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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